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瑜。我今天拍摄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，因为 FHM 我很喜欢这个杂志，我希望我能拍得很好。我最近有拍刺绫，客串一个刺绫，然后弹簧床。广告方面我有拍蝴蝶谷，远传台湾啤酒。在后面我会拍一个两岸三地的一部偶像剧，可是现在还不能讲，大家拭目以待。接下来我会演出一个舞台剧，是果陀的舞台剧，叫巴黎花街，在6月份，所以大家也过来帮我捧捧场。然后我最喜欢的十样东西呢，就是狗狗，然后漂亮的衣服，然后高跟鞋。我很喜欢再买一个大衣橱跟大房子。最近我很喜欢 iPhone， 因为 iPhone 里头有很多很多游戏。Happy Birthday FHM！可以打了。